它真的浑身都是宝，它不只有维生素 A 啊，就是贝塔胡萝卜素啊，可以转化成维生素，所以对我们的眼睛很好。贝塔胡萝卜素对我们的黏膜很好，其实抗癌的效果也很好，因为它淀粉的关系，所以它可以把它的维生素 C， 即使你煮熟了，它还保留在里面。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B 啊，是可以让你有活力。南瓜一份是85克，85克呢，就等于1/4碗的白饭，它的热量只有白饭的1/2，所以用它来取代主食是非常棒的，特别是糖尿病的人，如果用南瓜来取代你的主食的话，第一个你的热量比较低，第二个呢，你可以吃到像我连皮带籽，南瓜皮里面有多糖体，它的膳食纤维非常多，可以让你的那个血糖慢慢升高，然后南瓜籽里面呢有各种的营养素、矿物质，